记住了，今天子晨挨的这顿打，都是为你而受。好，那既是为我而受，为何我不能喊停就停？我知道，当初我的确是不够爱他，可如今不一样，我现在满眼都是他，这男人是我的，平时我都舍不得大舍不得满，他怎能受这番苦？二十五，二十六。 子珊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胆行侠商，奉旨行刑你也敢闯？子珊，书卷上都说了，子不教父之过。为何子珊明明有父母，但能没有父母是一样的？没有人教会闯祸，那不是自然的吗？我也是如此。为何明明是父母失职，为何要打孩子出？陛下。 我们为人尊长，今后做此等行径啊！别说话，朕都听不见了。我还以为当今圣上会与寻找父母不一样，如今一看，不过是如此。你让开！放肆！你敢非以父皇的决断？你给我闭嘴！方才你就多打子珊一番，我还以为我没看见。你多打他一番，他就多打一番。圣上又没说轻重多寡，你分明要。 这大爷子，你们看，少成真的哭了，哭得都嘶哑了。放开！子珊，放开我！在军中，臣妾听闻，上则知行很有说法，又看似皮肉纹丝不伤，实则内里筋骨断裂，肢体俱废。 还有看似血肉横飞，实则并无大碍。陛下，这回用的是哪招啊？什么事啊，都瞒不了阿衡，自然是后者了。林子生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。你如此欺我，你做这样的事情，拿自己身体跟我赌气！ 你值得吗你？放开，林子生！放开我！曹彰，去，叫那个拦住少商的，松松手，让少商爬到离子生再近一点。要看得着，我不到，那心里才更难受。是，陛下，你就这般的欺骗少商吗？沈安，你不懂。 将来啊，他们儿女成群，花好月圆之时，会感激朕此时的欺骗。阿衡妹妹，当初你与陛下青梅竹马，你究竟看上他什么了？脸啊，陛下曾经号称锋线第一美，我看如今啊，连脸都不要了。林子山！ 我答应你。
我以后有事自会与你商量的，我再也不会自行决断了。你夫妻一心一体，从今往后我会将真心交与你，你不要再为我发疯了好不好？说什么呢？哎，他说什么？这怎么听不清楚呢？哎，说什么？我看陛下不仅不要脸了，这耳朵也别要了。你听不见，你还看不见吗？你看这样子就知道了。他说他爱子胜。是了，那就行了，有这句话就行了，够了。那陛下还要继续打吗？都已经说爱子胜了，还打什么呀？不打了。来人呐，去。让三皇子停手，不要再打了，赶紧把子胜抬回长秋宫好好养伤。打的是子胜，疼的是朕呐。沈安，沈安，难道朕的这一招不好吗？好，陛下只当皇上真是太屈才了。是啊，朕这个皇上的皇后，今日雪好大。下雪了又如何？你忙了一日了，子胜那儿有孙驿馆呢，你快去睡吧。子胜那屋好像没有看到有厚被子。今日这么大的雪，也不知会不会冷。余会命人送去的。他也不常住长秋宫，定是不会习惯，也不知道枕头的高度是否合适，睡久了脖子会不会酸。他自小在长秋宫长大，肯定比你还习惯。那已是儿时旧居室了，常年不住人了，像昨天也不知道潮气是否去干净了，身上还有伤呢，别旧伤未愈有添新病。我还是去看看程少商。余命翟敖给你备下了安神清火的汤药，你哭了许久，嗓子也哑了，赶紧喝了去睡。其他的事儿不必你来操心，他们父子俩好着呢。快进屋去睡。走吧。
谁？少主公，少主公，我来看你来了。